精彩的烟火秀，我们这是精彩的烟火秀，带给我们现场的一个乡亲好朋友啊，我们史上最大的冠军，来到上高桥，这是咱台北城内容最美的篮球馆，正为。
文松、郑竹伟，对于大南的老阿就北部，对于来马祖国南街上圣母上大的一个建议。来参加这一个闹电台之球。来，江南！来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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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两队将会在一场胜利的闹电台之球，你跟咱这里。来进行会，